来者何人？哎呦，这不是牛大哥吗？好久不见呐！死猴子少套交情，来干什么的？到你这儿来玩玩。证件呢？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干嘛这么死板呢？少废话，公事公办。信不信我用芭蕉扇一扇把你扇回去？慢来，慢来，慢来。证件有。让我瞧瞧你的通关文牒。老哥，别这么咬文嚼字的，还通关文牒呢？现在叫做护照。废话真多，快把护照亮出来！没有签证，照样把你扇回去。签证？什么签证？没有签证。没有。没有签证，休想进来看扇。且慢，请看。啊！你们持用的是中华民国护照？对呀。我国人持用中华民国护照，全世界160几个国家及地区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。台湾人在国际间普遍受到欢迎与尊重。那是当然，世界上5大洋7大洲，冰川雨林极圈赤道，中华民国护照可以说是畅行天下。你们全团都是台湾人吗？我是台湾人，是台湾人。我们都是台湾人。台湾人免签证，欢迎欢迎。老哥，你真够意思。我什么意思？我是公事公办，你在中华民国护照的保护下，希望你旅途愉快。那我如果好喜欢这里，想要多住几天行不行啊？你这个猪哥想在我们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喜欢吃好吃的，玩好玩的，尤其喜欢交朋友。你喜欢什么好吃的？各国的特色美食我都喜欢。喜欢什么好玩的？风景、名胜、博物馆、动物园、歌剧院、购物中心，我都好喜欢。那你有那么多旅行预算吗？我没有。那要怎么完成好吃好玩的愿望呢？所以才需要交朋友啊。你做我的好朋友，我就可以住在你家，你请我吃饭，带我出去玩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那怎么办嘛？你应该要申请青年交流签证。青年交流，俗称青年度假打工。还要打工啊？会不会叫我去挖煤、开矿，还是开火车、开飞机、登陆月球、飞向火星啊？猪头啊！度假打工的意义是借由旅游的方式促进青年之间的互动与了解，鼓励18至30岁的国民提出申请。简单合法的打工是为了赚取停留期间的旅游生活费。那我就可以一直住下来了？不可以哦。大多数合作的国家都允许度假打工1年，有些国家可以2年，少部分地方只准待半年，还有些国家每年也有名额限制哦。都有哪些合作国家呢？邻近的日本、韩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欧洲的英国、德国、波兰、爱尔兰、斯洛伐克、比利时、匈牙利、奥地利，还有加拿大。哇，好棒哦！你可不可以为我保留名额呢？你愿意用自己的努力换取交流的机会？我愿意。你愿意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专长服务别人？我愿意。你愿意把在国外的生活经验转换成珍贵的人生宝藏？我愿意。请问你几岁了？至少800岁了。这样还叫青年？看扇。